胃药来顾胃。这个就小弟而言，这是一种毛病。为什么是一种毛病呢？所以这个毛病只有台湾人才有吗？对，没有，因为台湾人压力比较大，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胃食道逆流。因为台湾人喜欢吃甜点又喝咖啡啊。可是我我们才会吃那么多，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啊。我懂浩如的意思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个胃药你吃久了，好，你的胃没问题，然后你的肝脏突然有了发病，所以我们还会再吃一个保肝的。对啊，保肝丸呢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台湾人，他生病的时候，他就是像喝那个符水嘛，然后他就是喝符水，你符水你都知道，就是那个符箓打印出来之后，你就烧它放在那水里面，然后再喝。这个不是被吓到才会喝吗？你也可以喝这个，就是如果你有身体有各种病，你也可以喝这个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比较懒得去那个寺庙，他病的时候懒得去寺庙，就打那个符，打那个符水，喝那个符水，所以他就直接在网上就下载一些符箓，然后自己打印出来，然后在自己的家里烧，自己烧，自己烧，自己喷的出来，自己烧进去，烧啊，然后就溶入水，溶解于水之后，就自己喝。假超市一样，对啊。